仿佛这个面它从做出来那一刻就已经是入味的。大家好，这里张宇飞，不是张宇飞。众所周知，我是一个爱白嫖，我是一个爱省钱的人。上午我正好在家里面思考晚上去拍什么的时候，正好朋友圈有个人，他发了一条链接，是那种我们以前吃过的那种盘盘麻辣烫的代金券，它可以8块钱带50块，一次性可以用2张，也就是说我可以用18块钱买100块的东西，这45的不是不要钱吗？是吧？那所以说咱今天一起去简简单单吃一点吧。说清楚啊，不是恰饭啊，如果是恰饭，我以后吃方便面我只能吃酸菜味。一位是吧？对，一位的话要等啊多久啊？前面有个让他十个七桌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嗯，那等一会儿吧。前面还有20桌，小事情。Hello。Hello。小瘦小瘦，最近饿瘦了。这个红绿灯居然是爱心。耶、yeah, ！我可以跟别人拼一桌，我不用了很久了，舒服了。人情社会啊，家人们。我先去了啊，拜拜拜拜。骑虎难下。你们先找，你们先找，好。耶、yeah, 耶、yeah. 你好，那个蹄花汤没了吗？蹄花是没有了对吗？蹄花啊，嗯，蹄膀还有吗？是猪手吧？对，还有吗？太阳还有吗？啊，我点蹄膀猪手，它叫老妈猪蹄。这个荔枝冰粉是送的是吗？对，收藏不用点是吗？啊，这样的，收藏打卡，对，收藏打卡，好的好的，这边帮你下单也可以。哎，你好你好，你是那个对吗？那个就是那个对吗？我也见过你。哎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见到本人了。有没有感觉很瘦很瘦？哎，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椅子，我想把它带回家。这椅子卖吗？趁他们不注意。你给你们看我儿子疫情当下很严重，戴口罩是应该的。放中间。他的，他们的不是，也是我们的。真不错，不馋，一点都不馋。不介意的。你好。不介意的，要在旁边。嗯，这多不好意思呀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自己点，我自己点蛮多的，你们先吃，我先吃一个牛肉可以吗？待会我还你们，哎，先吃一个，先吃一个，哎呦，真是怪难为情的。你说他这个是拌在一块还是？嗯，他们是拌的，看你们喜欢吧。哦，这牛肉好好吃啊。我点了吗？哦，就这个鲜青牛肉我点了。羡慕不？是不是感觉剩下的自己的一点点有点差那么点事儿了？这个还挺有意思的，哎，还有一个，哦，它是一杯奶茶，但又是一份甜品，好搞笑。有2份的哈。哦，这个糯米真的贼糯，它上面椰奶油，这股椰奶的那股香气融入里面了。嗯，我以前关注你的时候，我在看到你。嗯。那个点赞只有1000可能好像。嗯。后来就慢慢的就。哎，叫什么？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。我觉得它这个上面是芒果糯米饭，下面是奶茶，下面感觉是杏仁奶茶。然后其中混搭了一些绿色的奶冻，但这个很贵，这一杯26块钱，有一说一，确实有点小贵。太真实了。好，谢谢。你吃吗？嗯，一起吃，好一点。我们就是因为家里一直在夹角猪肉，才没点。这样吧，行，那我吃。嗯，啊，这个酥肉好，还挺好吃的。啊，真的挺好吃的，不尝尝吗？它很鲜，这个肉。它这个外皮很酥，但里面很嫩，而且很多肉汁。没事，我也就点了一点点而已。上面给他们。好，给他们。对，给他们。啊、你们让我跟我拼桌了，肯定也给请你们喝一杯。我真的点了超多东西，你看，反正各种丸子我都点了，还有蔬菜，然后面条啊、福袋呀、啊，巴拉巴拉一大堆，该放的都放了。所以说才点250，真的是250。
有人在想我了，我先尝一口面。我每次吃这个麻辣烫有面的时候，我总是忍不住狂嗦一口，仿佛这个面它从做出来那一刻就已经是入味的。给你口罩拿下来，我们到了。面筋这是。尽管说这个是干拌的麻辣烫，但它依然会吸底下那个油和汤汁，很鲜了。它这个牛肉是真的还可以，很嫩滑，同时卤香味很足。我正想那个问题，干拌了还蘸麻辣烫吗？我说实话，这个台湾麻辣烫不点麻辣烫真没有啊，不点这个面没有灵魂。我帮你看一下哈。但是我吃过最不辣的麻辣烫，希望店家以后可以搞得更加辣一点，没感觉。跟我上次吃的对比，我觉得上次吃会更加的香一点，这会更加的辣一点，这感觉就是麻辣，上次的更多是香辣。我还点了一个猪蹄蹄膀蹄花汤，哇，这真是一整只猪手啊。哇，好大，哇，这是好软嘞。哎，这个蹄膀真的，它虽然很淡，但它煮的非常软烂，非常透彻，你都不需要用力，其实一缩就能把这个肉缩下来。我第一次把一只猪蹄吃的这么干净，猪都恨死我了。看看它表面这一层油，大补哎，炸。哦，洗，这是我妈的嫁妆。是吧？哦，那好了。啊，我给你们点点。不是，你喝吧，你没喝的。我喝不完。你们还有呢。对。那算了，好了。行。我这边是山楂的，山楂树之恋，两颗大山楂，尝一下，冰糖葫芦啊。好脆，是那种冻干山楂。还有个福袋，嗯，这福袋一般，以往吃到的那种福袋会有那种咬开鱼子那种咯吱咯吱的感觉，这个福袋感觉只有吃到那个福袋外皮的那股油豆腐的感觉。是的，我有点撑，我快吃饱了，辣饱了，确实是辣饱了，我感觉我的那个辣字已经快抽出我的天灵盖了。剩下这点我就打算打包给明天中午吃了，真的我吃的好顶了，我感觉它现在已经到这边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各位刷这里看得开心一点，点关注，还有点都别上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走了啊。